道伯格在第一站、第二站、第三站的这个系列赛都有登板，都是后援出发啊。当时他是投出非常具有载质力的内容啊，四局的投球只被打三支安打，八次三振，一个摔球保送。这一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穿了出去，形成了安打。林晨飞只能碰到球，但球最后还是穿了出去。这六场比赛他都有敲出安打，连续三个外角球。连续四个坏球保送了吉利吉奥总冠。道伯格一开赛让龙队的第一棒第二棒都上来，捕手蹲在外角，这个外角球硬拉回来，在一垒侧一垒手传了，踩了一垒包之后再传二垒，这是一个逆双杀。哇，的八个打数他还没有敲出安打，刘继宏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？是蹲得非常出去啊。昨天则是有一支高飞牺牲打，连续三个外角球，外角的坏球四十分打点，这个内角的变速球没有进到好球带，一好三坏。内角球没有进到好球带，林志胜获得了四坏球保送，这也是道伯格单局的第三个四坏球保送了，受到叶总的肯定。这球拉回来打在一垒侧，陈俊秀拦截下来，抛给补位的投手来得及吗 ？Safe。三垒上的李凯威回来得分了，灰熊龙队追平，张振宇靠着速度跑出了内野安打，但这时候曾总想要来挑战，是我们用超高速摄影机的一个镜头来看一下，哇哇，应该是张振宇的脚先踩下去了，对，用这个超高速的摄影机的镜头就看得非常明确了，哦对，没错，张振宇脚先踩到垒包的。天高的一个坏球，希望带给对手持续压迫。这又是一个坏球，外角的坏球。等了一球，这是个四坏球保送。为全龙队现在靠着满垒的保送再添一分，林孝生的保送一分打点。昨天比赛，蒋少红三支也有一支安打，还是坏球，而且越抬越开掉。这个内角球主审还是没有给。这还是一个坏球，蒋少红再获得一个四坏球保送，单局第五个四坏球保送，再挤回一分。哇，没想到道伯格第一局没有投完，现在川岸强教练第二次上来就要进行投手的更换了，就面对到他蛮多的次数。这球拉到左半边打穿了防线，高孝仪敲出了满垒实况下的安打，林孝成摇回来，这一棒带着两分打点。高孝仪的四十一级让威权龙队在一局下半现在取得了5-1/4的领先。我憋了6场的这得点圈打击效率哦，在今天直接打出两支。变化球李凯威挥空，遭到了三振，这个半局也画下了句点。龙队打超过一轮呢，靠着道伯格的控球不稳状况啊，是攻下了一个5分大局。在台湾大赛的 Game 7第一局打完，威权龙队5-1。